大家好，我是贾静雯。很开心再次为《角落小伙伴》电影版《蓝色月夜的魔法之子》担任中文配音。这次除了我，还有另外一位《角落小伙伴》的粉丝跟我一起配音哦。我会透露三个提示，请大家猜猜看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他最爱的角色是炸虾尾，这是他的第一部配音作品。他16岁，有个已婚妈妈。赶快到威视电影粉丝团留言猜猜看，就有机会得到独家好礼哦。